耶稣曾经讲过，离开了他，我们什么也不能作。所以他将自己赐给我们作食粮，在每次奉献弥撒圣祭时降临到我们的祭台上。所以每一台弥撒圣祭都有着无限的价值，因为司祭和祭品都是耶稣基督。世上没有任何祈祷比耶稣亲自作牺牲的祈祷更富力量。圣斯利华教导过，弥撒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和根源，而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亦宣称弥撒为教会生活的高峰和泉源。在弥撒圣祭中，耶稣基督要求我们积极地参与，我们要让自己成为祭献者和祭品，让我们都对弥撒圣祭表示深刻的爱意。